今天能够来到这里，一直没有说我的师兄弟们，给我一个机会介绍他们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他们的表演精不精彩？精彩。炸不炸？炸。顶不顶？顶。好，我从这边开始介绍啊。来，这是我哎。好，不着急，先介绍。我先把我兄弟介绍了啊。来，啊，这是我小时候最好的兄弟之一啊，赵宏运，现在在上海京剧院国家二级京剧演员，白玉兰奖获得者。啊，还有什么？基本上没有了。达子，生日快乐！得嘞，我们管叫达子啊。达子哥好棒，非常棒的武术演员，好棒，好棒，我们班最好的武术演员。这是行通，跟我一样英年改行。生日快乐。谢谢谢谢。浩头，我的室友，我的上铺李浩头，老生演员。大成，生日快乐啊，很开心很开心啊。没别的了是吧？好，这个谢天赐应该很多人知道了吧。啊，他搞直播是不是啊？现在也开了一个教育机构，对吧？祝大成生日快乐！我最好的兄弟之一，又是之一，鲁家亮。相信很多人看到过我发他的视频，从三张桌再加一个凳子，翻跟头翻下来，咚，摔在那里，一点事儿没有，跟刚才我一样，也是啊，没事儿啊，别担心啊，一点事儿都没有，好尴尬啊，刚才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谢谢谢谢，好兄弟，王建帅，花脸，架子花脸，也是上海京剧演员。大成，生日快乐！哇呀呀呀呀呀！哇呀！女孩子啊，花旦，小时候我们管叫木木，因为她反应比较迟钝。木木，大成30岁了，生日快乐！非常可爱的女孩子啊，我们班很帅的帅哥孙亚军，小生演员，中文武小生，也在上海京剧院，现在也是国家二级京剧演员，白玉兰奖获得者。生日快乐，大成！生日快乐，谢谢。九胖，你知道吗？今天除了到场的这么多位朋友来给你庆生，还有很多人用通过 VCR 的形式来给你庆生。哦，是吗？来，3、2、1，请看大屏幕。大家好，我是孙怡，在这里祝我们郑业成也是白小纯身体健康，也祝今天在生日会的朋友们大家可以玩得开心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李博文，在这里祝陈哥，也就是我的师父白小纯，顺风又顺水，岁岁又平安。郑业成，既然让咱就主打一个生日快乐，希望你以后的每一天开开心心的，然后事业越来越好，期待你过的那一天。Hello， 郑业成老师，你好，我是陈月，好久不见，祝你拍出更多的好作品，然后好好休息，好好工作。Hello， 大学生，祝你生日快乐，以后有事高兴。陈哥26号生日快乐！很遗憾的，因为我有工作的原因。
跟大家一起开心啦，但是很希望这次生日会能办得特别特别的成功。然后大成哥身上的这些精神，其实我也非常非常的觉得赞，是我的好榜样。然后怎么说呢，我觉得大成哥是一个非常努力上进，然后有毅力成大事的人。希望今年可以顺顺利利，身体健康，然后越来越好。大成大成一定能成，大成子生日快乐，正在追梦的道路上心想事成。大成哥8月26号俗话说呢，三十而立。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无论是家庭、事业、爱情，你一定都会找到自己的目标和地点。在我心中，我一直坚信你会是中国未来最具潜力的男人，一定会登到金字塔大尖。我期待明天，生日快乐！嗨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该开心啊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大橙子老师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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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神，今天是你30岁的生日，希望你继续加油，演属于自己的传说，做一个独一无二的郑业成。我觉得一切都很不容易，大家都能在这儿，我在意的人都能在身边，然后我觉得我很幸运，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一个人，我想的事情基本都成了，我很谢谢我有一个这个的名字。然后我觉得人要坚持，人要坚持，不要放弃，一定要坚持下去，你一定会看到你成功的那一天。所以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能够来见证我的30岁，谢谢你们能够给我留下这么美好的一段回忆。谢谢啊！头也不去望月，卑微也要帮我登上勇敢的。